停住了。哎呀，他走了走了他走了，中间中间，哎，别别别，成都，跳楼了。我操，上了吗？有把是吗？有把的是上了。上面有人，上面有人。我去跪一个下来啊！这大哥要拉我！打起来，打起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咋了，咋了？巨雷啊 ！TP TP TP。我操，他第一个去打他！啊，关了一枪。我靠，这有雷！宝石，宝石到了吗？在啊，在我这里，在我这里。嗯，别怕别怕，这枪要死啊！看到了，后面我操 ！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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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好烦。嗯，自杀了干嘛？怎么隐身了这？魔快放光了，家具。可以啊，没魔了。是被黑鸟炸了一下吧？上了，已经聊不动上了。哎，退路吧，退路吧。中间啊，中间啊。哎，打起来！太太阳，太阳，哎，把他点了。不管过去了，这里好多雷。我操，直接点死了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，我去！就不能开个刃甲吗？知道吗？开刃甲没用的。炸死！没用吗？开刃甲没用的。真假炸不了嘞！下来人是买了吗？活了活了。他不是被我点死了吗？活得快吧，好像。打了半天了，我们。他死了也可以爆炸了吧？他是自杀了，不是被你打死的。啊，自杀了会减复活时间是吧？坐远了。嗯，这边坐远了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哦，还有这个。蝙蝠玩的溜啊！哼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我操你！双刀蝙蝠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拿塔啊！哎，我方中塔已被反补。这你妈，他们能修的装备太多了，我操！开枪，自己人。黑血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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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做下事业吧。本来就在上面。等个盾也可以。啊！幻想。好的。这会很疼的，豆哥。开始射击。做事业一起来吧。一起。我的准星指引着我。哎，这个 TV， 各种在线。来啊！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轻松解决。我感觉我也被打个 gank 的，妈，好无聊啊！刷的太多了。我是什么东西？像子弹般决绝。嗯哼。他们现在就他妈蝙蝠拉人上去踩雷，好过分啊！我
等等等啊，我在这里找上面。哎，等等等，哎呦，拉着上天呐！妈，别让兵力开！我操！哎呦，射到人了，太远了！他！我操！我点个黑鸟，爆炸！我没扫，没事。在保护我们。他们不敢。你们被拽进去了，我没办法。我也不敢冲进去，我跟你说，我要被雷炸死，我是吧？我好像把雷都踩了，我好像把雷都踩了。他踢了自己，我都不敢进去。这宝石就在你们拿在里面，他就是硬被拽到。来，走，干不大死我们两个。TP 这波没死，跟娘死了。别不他妈，带线带成，带成金了。晕船。大晕。哎呀，妈的，劣质伪冒牌的，我操！这个人锤过期了，我操！最后一个装备 BKB 吧。我来了，杀了他，还不如勾蝙蝠嘞，先把蝙蝠勾了，思路错了。拉我来了吗？打盾，拉我了。先把蝙蝠上来，再勾他就好了。我这边太吵了。来个盾，能上。我拿吧。还有个蓝，可以。我没格子。哎，你拿吧，你要蓝，也挺有用的。这波上高，要不换个姿势，走下路。什么姿势？后日式啊！来，我们来虚晃一枪，我们假装从中路上，实际我们是从下路上。是啊，这个塔就没多少，下路空旷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下路没雷，应该。是啊，下路姿势哪里？哎呦！哎呦！要不我们等他活吧？他这下面有视野吗？看一眼。刚才上没有眼、啊、没雷了，打了，长打了，来上线怎么办？不用管，哎，你先玩，你去跟他单挑吧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这不是真的，狼是假的。妈了个逼！我大招很假。哎，别让他换血啊！我打了。他没那个了，我换血了。你还有盾的吗？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可以打了，满了。我感觉他快能拉了。哎呦，我哥！打！我有盾呢。对，我知道。他没换血，这个盾。我操！我不行了。我走了，我不行了。小陈，接下来把宝石把它捡起来。捡啥？把这个看看。别死！这不能不死吧？谁说这不能不死？他到底有多少炸弹在上面？他等级高吧？刚才那个黑鸟也是买的吧？黑鸟买的。我也是买的。我可以买，可以买。回头我活着。哎，你居然没死！我机智。我救了200的血跑了，妈的！可以啊。换个姿势了。他妈的，竟然全给我了！我得搞个强袭，妈的！那黑鸟两下被我拍死了。对，他很脆。
好像 BKB 没出吧？没有没有，他全是秀的装备。一身秀的装备。蜀蛇玩过头了，玩脱了，玩脱了，玩脱了，有一个幻象的故事。好无聊，打牌干嘛？打牌全是幻象，全是幻象跟兵，太乱了，勾不到人，想勾幻象玩一下吗？哎呀，对面的刚是挺难上的，知道吗？他把雷买好，直接拉一个星星撞了。那我们要么上上路算了。所以我说你们哎，等一下换一个姿势啊，不能一个死。我来了。是要被分吗？你敢出来的？右边吧，亮应该的。敢出来一个了？马上上去。没有来。我们从下面走吧。亮大放过了，有亮的。买个雾啊！等一下，刚才是准备让冷冷别走前面。那谁去白拉呢？他肯定要拉我。啊，对啊，让那个钢背兽上去 A 塔。没啊，徒步上去排雷啊，先。哎，对，是不是？你直接跳那雷排了。我这么感觉，可以啊。我怎么感觉他都不愿意让我？你信不信我上去他都不愿意让我？你不是你认假？不要紧，他不愿意下去不要紧，我们下面放针可以 A 雷。这样，男生。赶紧再买个宝石，换个姿势从下面入嘛，从下面好一点。我们再买个宝石，买个宝石。我们从下面入嘛。别走，中了。哎，林姐，你也买个 BKB 吧。你不要被那样。我买了 BKB 就没发那个，那个好像没控到过我。不用买的。他是控制一次了，刚才。打黑脸要 BKB 了。万一到后面。现在对面知道我们要出枪。没宝石吗？有，我有。哎，这有个眼。结果下面五十个雷，他这波早被他们猜透了。我觉得不对啊，这个中线、啊，要。别管了。哦，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他回来了。哎，我中间这个宝石带不住啊，马上又要上去人了。冷冷在原地。上去人。我方中需要支援。不是我在前面帮你扛。嗯。哎呦，炸这么多！哎，打了！需要支援。死了！又两了。我操，他一个大，我快死了。别冲！保护阵型。排雷！有没有骨灰之类的？有，马上有。骨灰。加血。排雷！九层排雷，我保护你啊！他没蝙蝠了。你能保护我吗？能，你不敢飞，我怕。就一个蝙蝠。蝙蝠都死了，他们玩鸡吧。好像。绿渣，我靠！换血啊！可以。打直过来！打！我们这拆的多快！哎呀！我操！可以！可以打！上路！还有 BKB 的。排雷是吗？上路也有雷吗？哎、上路也有雷啊！团长扫雷。不怕，我保护你们，我有 BKB 的。这不就 GG 了？说了换个姿势肯定行，不要强行找那个姿势嘛。做人要信邪的。敌方上路兵营已被摧，我方将出动超级士兵。哎，这个好像真的、啊。他换血。大家这个套路还可以啊，你们可以学一下。打比赛的时候打这个。蝙蝠加炸弹，太就没意思了。打比赛不会这么那个。炸弹解禁了吗？对。往抬一下，飞！我操，惨死！我直接就出姿势，我操！
九零六之声，我好猥琐。就小虾玩。这个游戏我只玩了最后五分钟，前面是我表哥在玩。哎，休息啊！睡觉了。哎呀，最后给我打成正的了。哎，今天开了一天黑，12点半。哎，同志们，那今天就播到这儿啊。那个周五再播。嗯，晚安，拜拜。感谢大家今天的那个支持。